A6 的轮盘机。美金。对，不是轮盘，千里达 B。啊，等一下。我拍那个视频给他。慢走。你先说一下第几号键。你可以看那拍一下。对啊，你拍那个给他就好了。不是，你待会儿的截图是没有方便的话，截图一个给我，然后你跟说一下。这个是一块。这个是一块的。关掉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比如说还有第二号是干什么的？二号是呢。二号是五块，三号哎，比如说，如果接收二号是五块的是吧？对啊。如果说我只要接收10块钱以上的，那么就把一号和二号同时关闭。对啊，就关掉同时就 OK。哦，那如果只想接收5块钱以上的，就把一号压上去就行是吧？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。